来自民雄乡活动的消息，民雄乡公所甲嘉义市竹乐山灯泡协会牵手，为今年底十二月二十二号将要举办的2024第一届民雄大鸟马拉松进行活动的宣传记者会。公所也邀请四十间热情赞助的企业来到现场，做会共享盛举。首先就由中正大学的政治啦啦队带来青春活力的开场表演，主办单位也针对这场有一个有5000名的跑者参加的赛事做详细的说明，并且邀集在地40家热情赞助的企业来共享成绩交签书合作意向书。对爱的赞助机会，赞助比例及内容和及名称等以下等等，本协会将由史丹利收据及所有赞助马拉松赛事机构的赞助资金，市价及赞助单位依比该单位办理一比税。本协会支持市内中南每位选手每跑一公里，本协会捐款新台币2元。这场马拉松的赛事，除了漫游民雄知名景点民雄鬼屋、博朗大道，还有王来园、田园赛道、红光以外，还佫规划16处企业利用的补给站，其中上予人期待的有鹅肉一条街、嘉义酒厂现煮的泡面、大成炸鸡块、罗记民雄肉包5000分、旺来山王来酥、阿美王来汁、古圣公司龟醋印、台湾驾寿村驾寿印无限上印、民雄乡农会供应在地美食，还有农特产品等等。赛道边啊，更加有社区组成欢乐啦啦队，为选手加油。这是我民雄乡第一届的马拉松，我很欢喜的，因为有史以来民雄还没办过马拉松，这边希望我民雄的马拉松让全国跑者、全国乡亲、全国的人民都看得到民雄。我民雄就是大鸟，我们这次准备了好多好多让你无法完赛哦，你要接受挑战吗？请赶快来民雄，明天开始报名咯。我相信这一次会让所有的跑者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什么跑了我们民雄乡整个的八大景，除了有青埔让你看到300只猫，还有我们民雄最有名的鬼屋，让你鬼气深深往前跑，还有我们民雄的中正大学、五凤科技大学，还有我们的南华，你看，还有我们的嘉大，我们是一个文武并重的一个乡镇。各位，让你吃到民雄最有名的民雄肉包，金鸡仔的鸡仔饼，民雄的王来酥，这些我觉得你们都会吃不完哦。再来是什么？鹅肉一条街，让你整排的鹅肉吃到饱。在这所在感谢咱的乡长甲咱竹乐山慢跑协会所举办的民雄乡第一届的慢跑以及运动。这个运动内底，我感觉讲确实真正好吼。咱的乡长讲话讲要甲走出民雄的八大景、十大景，所以讲这就是讲要让全国的人了解讲民雄到底的所在伫对叨。民雄走出来的时阵，要能看到咱的观光的景点，甲包括着民雄的产业。我相信这是要让大家知影讲，民雄到底有偌闹热，民雄到底有偌好。所以讲，今仔日嘛特别欢迎咱全国所有朋友，民雄伫这所在是一个好所在。民雄过去，咱的地名叫做大鸟，所以讲伫这所在，咱号做大鸟。所以讲，这次麻烦咱所有全国朋友，大家欢迎来到民雄，走出着民雄十大街。甲包括伫咱所有即个农业的产品内底，要知影讲民雄到底的农业产品是啥物款？民雄是一个农业一个乡镇，希望大家当伫这所在共同伫所在小酒小酒来这所在来佚佗。会场还佫精心安排市集，有美食、文创、农特产品等等，提供跑者完善的补给，并且刺激消费活络经济。民雄乡民报名，并且完赛者佮加码凭证来兑换200块的消费券。
13号10点起开放网络报名。乡长林育林行前邀请民众参加，为民雄第一届的运动大胜书来加油。最新新闻专线民雄乡彩虹报道。来哟来哟，这款用卡玩吃落去，会当互你爬玉山，苦乐随爬起来。这款互你用吃落去，会当互你恢复少年时的体力哦。哈！加油啊，拢是无合格。甲恁讲过几落摆啊，唔通乌白买电视、电台广告的药品，迄拢是无合格的药品。加油啊，爱问药师，正确的用药安全有五个唔通，唔通听别人推荐的药啊，唔通相信神奇的药效，唔通买路边摊、夜市啊、游览车顶边买药啊，唔通食别人送的药啊。通推荐药啊，给别人。阮以后吼，唔敢啦。